已经处理过了，毒牙拔掉了。妹妹很好奇。哎，就这样，你拔疯了。还有还有。对，他很慌张，身体不要动，完全不要动哦。妹妹先，妹妹先，你这边。30秒。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叫！还要我？等一下，现在不算，先是先，你们两个要一起，一直30秒。耶！我走黑色了。好不好？你赶快放上去。我还没开始计时哦。来，放多少次？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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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了。计时开始。正式开始了，不要吓死你！我要来咬我！玩上瘾了是不是？居然还敢吓我们的老大！下次叫你把蜘蛛吞下去哦！Burgers 野蛮游戏 Go 三命运又是命运一二三我今天是命运跟机会了自己抽一下 Vicky 抽好了你们哪一个高级前进两步给他们看一下机会抽不完你们无聊啊你还是你就不要前进三步好那我抽了聊到吃到鱼吃 OK 要吗无毒了30秒心机独立脚伸直脚伸直然后这样子心机独立30秒膝盖要哎真的抱他抱他抱他吧30秒计时这很烂这很烂好回蹲哦预备开始这关根本就是简单任务嘛两个二嫩子还站得歪歪扭扭的不知道他们是平衡感不好还是真的太笨哎好了表现还算 OK 啦我们来看看下一组吧这个是野蛮游戏 GO 三点机会一二三机会机会是什么吹吹的这关要挑战在30秒内将放在面粉里面的乒乓球吹出来就可以过关了好准备哦30秒计时开始赶快时间1分1秒过去笨蛋你们字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嘞好吧就当作是噩梦马上进行惩罚吧干杯喝光啊哇不能做出来啊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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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一下好下一组7四四机会，又是机会，机会，机会，机会！你们都困在同一个地方了。啊，我们又领先了。最大的。看吧，爆爆乐。这一关，两人必须同心协力，在30秒内做破5颗气球，就可以过关喽。开始，开始。用力啊！太凶！
系啊。医生，你先不要站起来。我怎么死啦？很慢一点，再喝一下，喝一下，干杯啦。你刚刚是不是喝过？干杯，干杯，最快速度。刚刚瓦萨米是你们吗？你怎么了？总查现在是苦茶客，不客气。心想为自己战。是的，是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丫头真是个好样的。而咱们下一组表现如何呢？赶快来看看吧。这个是野蛮游戏 ，Go！ 4点，二个机会，机会又是机会。都疯掉，是的。你猜好了，机会抽到的到底是吉吉乐？这关两人必须同心协力，在30秒内挤出半杯柠檬汁就可以过关喽。好，计时30秒，要弄出半杯果汁哦。OK， 来半杯，你们要集中一点。Go go go，Leo 加油！好，集中一杯来。加油！好，计时开始。加油加油，两个人笨手笨脚的，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让人忍不住为他们捏把冷汗哦。不过照这样情况看来，似乎有不太乐观的感觉嘞。30秒到了，警察，很显然是没有半杯了，两杯了，那直接就喝这杯了。干杯啊，男生喝这杯啦，男生喝苦茶啦，好不好？干杯，干杯，干杯，干杯。但酒精是比较脏哎，脏哎。这妞怎么喝人家挤出来的？那个脏哎，这妞，哎呦。苦茶这个味道，对啊，好恶心啊！掌声鼓励一下。Circus， 谁来买游戏 ？Go！5点，1、2、3、4、5，耶！高级下午茶，哇，这个爽，这个爽，perfect， 这个吗？我跟你们讲，不要觉得很好，闻到味道你就知道，这个是算是顶级的 cheese 了，蓝莓 cheese， 霉菌的霉，哎呦，是假的。说到蓝莓起司，它是所有乳酪当中味道最浓郁的一种，它神奇的美味就像臭豆腐一样，而它制作上主要是将蓝莓跟凝乳混合，经过熟成后就产生大理石般的蓝色纹路喽。来，这个是你的，好不好？好，干杯一下吧，一起吃啦，干杯，走，干杯，碰一下，友谊的碰一下，干杯，吃光哦。哎，好好吃，好。吃光，赶快吃下去。你的表现，你脸很无奈。Vicky， 快点，你哭了。硬塞看看。他不能吃的，他不能吃啊。换你了，乖。不行，你运毒要喝醋了，白吃了。赶快。Vicky， 你快吃，很好吃，看看。很好吃，对不对？对。没劲，要吃，要吞下去，他要哭了，他要哭了，我们吃下去，味道是很好的，他的后劲来了，后劲，他会有后劲，后劲是后劲，是吧？小臭的那一个，真的真的吃超臭的，真的没劲。小孩子懂不懂啊？这可是顶级的起司哎，只有上游人士才可以品尝它的美好，你懂不懂？